那我们要改变对焦点，我们就乖乖的回到 Lightroom 面板，按F6把摄影机打开，对不对？然后去调整摄影机那个 target， 那个标点的位置，那你不小心就动到了，你这张图就可能歪掉，还是你知道你要对着那个角度，可能我原来的构图就是这样，不要动，对不对？现在你直接在这边就给你这个工具，在那个 camera 下面有一个这个 那个 pick point， 进来做 focus 的 point。
我不断的强调，就是你现在什么东西都要及时，不是及时的，至少要是动态，而且这是重要的。再来是新的材质，来看一下材质呢，新的材质，这边新的材质，我忘了跟你们提醒一下，3.6开始有机会有和6.0，有和 Rhino 六，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都是用 Rhino 六在用机会。从3.6，你现在买或者你现在去下载最新的试用版，都是有六的版本。如果你已经开始在用六，就是可以用新版的 Rhino 六的，因为3.0和 Rhino 六的版本。这是一台笔组成，你问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奇怪的漂亮的模型？不是我画的，我画的会跟你们讲，不是我画的，不是我画的，我会跟你们说那是我画的。这些都是网上可以下载，免费，还可以用到商业行为，就授权你给商业行为使用。怎么这么好的事？免费还可以让我去做商业使用？对，我已经下载了可能超过10T 了。那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来上的课，我会跟你们讲到哪去拿，还是你直接带去你的过来的，直接通过印度过去也可以。现在你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哈，你这一个车子上缩小一点，你可以看到这个车子它的材质呢，我随便选一个车底，然后你去选，它就直接弹到它目前使用的材质的这里。哦，原来是这个材质的，好，我们把它选起来，把这些材质选起来，然后给它另外一个材质，你可以看到直接马上就不一样了。这一种新的材质。就是说，这一种新的 Rain 的材质的技术，只是目前其中一个，就是 BWE 支援的新的材质里面只是其中一个而已。实际上，真的支援的新的能超过20种，我只是你在网上可以看得到那个效果。就是比如说，你这种，就是有人说这叫旧化处理，对，可以这么说，磨损啊，哦，以前这种抛光，就是东西打磨到坏掉，这种东西都做不到。除非你真的去拍张那样子的照片起来当 P 图用，所以现在都是动态，就是你可以改变它的强弱，改变它的大小，改变它的方向，各种都会值得调整，对不对？像这种动作，来看一下哈，直接按暂停，我也是已经为了给你们看，这一张，一连两个，那这一张是来看一下，其实都没有变，有变的就是在。这一个材质，乃至一个物件，它比较边边角角有棱有角的那个附近，会开始做出像这样子，被撞到磨损的这种效果。它这种效果是可以被控制的，叫 curvature。它这个东西，在 Vivo Flying 里面已经帮你就直接放进去。不要，这是手机之前的插座。你好，看这样子效果。那当然，我这边有图可以给你们看。买一些新的材质，看一下哈。新的材质呢，新的 models 看一下，新的材质在这里。那像这样子效果，下一张，有像这一种，就卡到脏东西，比较卡在这种这种领域的这一种，也是以前做不到，对不对？或者说像这一种，也是旧化处理的这一种。这种效果，这个以前我们都可能还要，你要想一下，就是它是两个材质，然后用混的方式做，但是你要混在哪里？混在你知道它的曲率变化大的地方，可是你又没有资源曲率变化大的这种曲量，这你还是做不到。所以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就是因为它支援 curvature 的这一点，因为你这一看的曲率变化比较大的地方，或者说像这种地方曲率变化大的地方。只有这样，那这个是新的，就是你可以混两个材质套用进去，就是一边可能是原来它的主体，然后另外一边是比如说我故意做的啊，就让它好像那个青铜已经水沟的那种旧化的那种处理，这个也是已经做不到的，这个也是刚刚那个方法做的，可以就是开始模拟做出那个模型上面的结构性的那种效果。就是其中几个
喝。好饮料。很好吃。我想要把切口面，你用来要自己的那个那个切片以后不能做，我现在用预备自己。怎么样？按一下就出了。然后告诉他你要从哪里切，切到哪里。我故意画大一点。然后他镜头朝下的地方就是被遮蔽的位置。就你去看到现在整台车不见了，这样切一块，上面看不到，对不对？怎么样？哎，就是说在镜头以下的部分就是看得到的，镜头这个在这里，它不是镜头，它就一条线。我希望原厂可以把它改成镜头，这样我就看得到了，部分，对不对？啊、当然你可以转角度嘛，对不对？转九十度嘛，那边不见啊，对不对？那你看连我的地板也被遮蔽了，你就到地板那个地方跟他讲一下。这个就是对，麻烦你把地板给我 exclude， 这地板就回来了，对不对？那你可以转很多不一样的角度，得到不一样的效果，有没有？可以清洗。但是你知道这种东西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以前我们要做这样，我们要得到像这样子的效果，我们一定要把模型切掉。你把模型切掉，你万一外面的灯光就直接照到里面去。那你看有一些比较，比如说像那个建案啊。那个室内建筑啊，就是有一个 layout 嘛，然后从主视图看一下你未来装潢，你的客厅的沙发在哪里，你可以从配置图里面。如果真的把天花板拿掉，后面阳光一进去片白，所以你不能用那样子的方式做。那以前有很多不一样的装饰图都没有真正可以来的好用，因为它只是帮你把那个范围之内的，对不对？我镜头看得到的地方看，镜头后面的就是看不到，帮你把它拿掉而已。而且还甚至帮你保留最外面的材质，让你看起来好像真的里面的那个零件都看得到，好厉害。不过你知道它毕竟是平面的，如果你希望它是不是平面的，也可以啦。我做一下给你看，我先把它转成正的，这样的话比较平衡，这样你可以看到我做的这一个，比如说我做一个立方体，对不对？像这样子，就随便做一个立方体，然后把这个立方体呢。在 B 位这个对话框这边，把它 link 给这一个 clipper 就好 ，link 给这一个 clipper， 按确定，因为这个立方体本身就并 clipper， 而不是原来的那一个 clipper， 就我把这一个立方体移过来，它这一部分就会变，就不见了。那为什么要立方体？因为立方体有两个方向，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切两个方向，也就是说。你可以切垂直的，也可以切水平的，这只是一个例子。你可以用圆的，你可以甚至可以做曲面，对不对？你可以做一个曲面切，它呈现的被曲面切掉的那个拱形的这个效果，就可以这样子做。很有意思哈，所以 clipper 非常非常的方便，尤其是用来，你知道有些它只是一个示意图，让你看到里面有没有长什么样子，是又想要。你知道曾经好像真的它被剖开的那种效果，这个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做，所以clipper很好用。它光线不会进去，它光线是就好像在车还是里面就是没有被光线挡到的里面只呈现出来给你看。你现在看到这个亮亮，是因为前面有灯亮，直接跑进去，可以理解吗？这个clipper很好用，而且它没有指纹，它就按下去就出现那个框框。起来的框大小其实没有关系，就是方向。然后未来你要不要把这一个，就其他东西，那你可以跟他讲，这边你看，这边，我临时要取消，你只要把它 speed 就拿掉，你不用真的把这个地方杀掉，就是打开或关闭就。这个我已经在教课了，我不讲了。这样的话，你就未来上课了。来，给你看下一个，这一个是。我个人最满意的 B 位新版的功能，就是我等这个东西等太久了。这个就是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只要有那个 K 开口的，大概有多久？就是说，你的
你的模型要怎么样合成配到我们的照片，或者是你在网络上下载一个，你可以拿来当合成用一张照片的这个效果，有没有？可以看到实际上后面是不是这个模型，对不对？模型是这台车，对不对？但是呢，它能够 catch 它在场景的阴影跟反射，这些动作都是以前没有听到，很麻烦，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麻烦到一个不行。可是人家那个 K 开头的却这么简单，我们就写信去干掉原厂。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的客户根本没有办法说服他用，所以他们就好不容易从 Max 那个地方终于把它移植过来。你可以看，你只要看到 Alpha， 看 Alpha 圈，我就知道它实际上真正是产生你原来的物件阴影跟反射，其他地方是假的，对不对？其他地方都是我们给的背景图，所以意思就是说，哦，我不放背景图也没有关系，我不用再担心背景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以前我为了要那个要当那个背景来看不到，我们都要这样子做，对不对？比如说，你看这个房子是个背景，我把背景关掉，没有背景，那我现在设了白色嘛，就变白色了嘛，对不对？我去转，我去改变一下我们那个我的场景，就可以你就知道我的意思。它实际上场景这样子而已，并没有所谓的背景的那些场景，那是图、照片，对不对？当然了，你要白色，你要黑色也行嘛，黑色你选黑色，黑色。当然你可以采用任何其他你想要的图，甚至就是你可以做，比如说我在这边做一个课，做其他的效果，随便选一个叫。黑白的这个背景，好，给你看一下黑白的背景。合成在这个背景图上面的构图，你不会这样做，对不对？
做嘛，符合你的人生图的构思感，对不对？你就会找到一个符合它的大小，怎么样？而且你要知道，这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有反射的材质，都是有反射到这些给它的这张图上面，所以它看起来很像，所以它真正就是在那个背景里面，对不对？你不会这样做了，对不对？不会这样做，你就要去找一个符合这个场景对的透视角度跟符合，你知道这是很多元素放在这里面，你可以你怎么样这样子去对，对的就对了，不对的你自己都知道。这种构图我没有办法教你，但是就是，所以说你要表现你的产品在这张图里面的效果，你在找图的时候，你要从产品，你要做产品，你想要改变的效果出发去找图，或者你自己拍。找回来的图来用，这个地方是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我做了好多不同的例子，这些都是我上课在用的范例。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请跟优果来报名，我会教你怎么做。那这也是新的材质，就是一个例子哈。找这个，所谓新的材质，就是以前有，它可能没那么好，效果没有那么好。比如说这边这种半透光下的，你可以看到好像连，就是说以 B 位跟 Rhino 合作之下，你半透光的这个物件的材，就是这种我们称为的就是彩线显示模式，都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不是这边半透明的那种效果，怎么样？这边看透光看效果，我是以前做，以前就做得到，但是效果可能没那么好，因为毕竟之前带二代，现在到三代了，三代看就坏了，对不对？我只认识这一块，而且它作业方式超简单的，就是在新增材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现在因为新增的这些原来都有放，这些都有，比如说 光片，还有这个怎么样？还有这个 SSS K Tom V D R S， 这些都是新的材质。我现在做这一个 SSS 给你看，你唯一要改的就是颜色，对不对？这是你的，你知道舒适圈，就是 Quick Setting， 这边就可以做很多变化，不一定非要到很硬，我都可以。然后呢，你看这个材质球，为了要适应这一个半透光的材质，所以说。你可以不用一般这种材，因为这种材质球你看不出它半透光的效果好不好。对，因为在这边设定了非常多专属的，比如说你想要做 fabric， 就要跟布料有关的，然后给你布料的场景贴上去的这个尼龙管，你知道吗？或者你要花纹，就是会随着这样子的模型变化，你这样能够判断它到底长什么样子。那以这个例子的话，谁它就在中心的材质球中间翻转很多肉，但是。他让你看一下透光，那这个很简单的嘛 ，scale radius 怎么样？像透两公分，你可以透十公分更透了，或者说我两公分之类的，做 scale 比较长一点，它就更长。或者说我们改变它透视的方式，对不对？有没有像这样子？然后呢，把这个材质送到物件场景的物件给它，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可是我去改变，这就半透光。我什么都没有改，我只是改这个 scale 我没有改，我就改透光的程度，比如说只透0.3公分，它变成全部透光了，有没有像这样子的效果？那当然比较薄的地方，因为它光线进去就出来了，是吗？它因为比较薄，所以你可以看到你这个例子来讲，你看像牙齿，有没有？或者是它的比较小的手的地方，就会出现半透光的效果。这种东西，对以前我们拿 Rhino 做产品设计，然后希望能够得到这种效果的一家啦，做那个手机滚动套，哇，那时候为了他们，然后 VV 一那时候 SSS 效果不好，所以做不出他们想要的效果，就只好忍痛介绍他们去用别家的，光圈一点来讲。我认为到第三代的 BUSSS 已经强化得很棒，而且速度又快，其实你没有觉得它慢很多。以前 BUSSS 旧版的那个
有一些例子可以给你看，有没有？像这样子像有蜡，或者是现在很流行的3D 印表印出来的这一种比较，你看这个地方比较厚，地方比较薄就透光了，或者是皮肤啊，人体皮肤的这种效果。一些不一样的模型，然后用这样子透光的效果给你们看。也就是说，你可以拿它来做更多你以前做不到的变化，给客户体验一下。我的客户希望你能够表现出像这样的效果，但是透光来讲完全没有压力哦，在外面上已经完全没有压力。连皮肤也不怕用酸，我已经再次担心这种问题。以前我都很怕，你说做这样子的效果。所以速度又快，效果又好，以前就只能眼睁睁看其他软体在这一种效果上有非常你知道很爱的这种表现，又做不下。现在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下面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讲啊 ？Laser， 我们看一下那个 Fur。Fur 这东西也是讲了10年，很好玩，而且它真的很棒。我现在对 Fur 这一个毛发材质，唯一现在还有小小的抱怨，只剩下它不能事后用梳的去改变它的造型。我说妈呀，这个样子也是这样，可以让你去改变它的那个你梳的做好的毛发的那个造型，先别看。如果可以的话，那真是太棒了，对不对？啊，那我已经事先做了一组，还在做一组给你们看，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毛发效果。实际上当初是为了要做草才跑出来的东西啦，啊、但是因为来做跟毛发有关的，因为动物园就是知道玩具啦，就是你在家里面做地毯，然后做一些毛巾啊，然后像布料的这些都。现在都做得到很快，我选这一个猫，它的做法很单纯，这个看一下就搞出来。然后我把旧的这个给你，在这边旧的两组，我把旧的这个给你，这是新的还没有给材质，来顺便让你们看一下新的这个材质，就专门是用来给毛发用的。等一下。绿色跟紫色，你就直接给它。但是你要改颜色也可以，比如说就改，你要 OK。然后我们去改变，比如说长度，我改到10，我拉过来一点，放大一点。这是粗细嘛？你知道毛发这种东西，长度、粗细、锥形，然后受一些你的重力的影响的强度值。跟变化，然后最后它多一个有那个卷毛，也就是用做鱼骨的这种，它变比较粗。然后呢，这个先让你看一下，这个我们最大到底嘛，就是说它到最尖的地方是变成0.5。我现在设计的话，就从头到尾都是0.6，不对，不是0.6，怎么样？就是有点像让人家那个拖把的那种。那种比较粗的这种，或者说你可以去改变它的，比如说设计，它就每一边差不多都一样，它就希望它有一些变，然后被剪得很齐的头发，对不对？毛发，你可以设定一，就是让它参差不齐，就比较自然一点，或者说它的变化direction 出去的变化，如果你设成你，它就从原来的模型的发像这样。完全一模一样的发现出去的，那如果是比较夸张，你比如说我设到10号，就开始乱七八糟的，你好，那你就太夸张了，做工作也很夸张了。然后呢，现在负三是往下，意思就是 gravity 对物件是，对它是往下的引力的，你也可以做到正的，比如说正3号，你可以看到毛就比较往上跑，对不对？好，然后再做卷毛给你看。很简单，而且又快，半径2，也就是说像弹簧线一样，半径2，然后呢转2圈，那它的 knot 5，那够用。
班长里面你划线，你节点不够，你的线站上出来都不平整，真的是一样的，就是有点不必要。天狗的身段挺好的，但最尖端是尖的，像这样的效果就跟刚刚你看到第一组像，对不对？当然可以不要把它组合，我可以是，比如说是到三 ，paper 一，三这样子，怎么样？就你可以做很多变化，这种变化是千变万化，而且它速度很快，而且它是真实的产生那么多的几个物件，超厉害，就是不一定看。但是现在一样，把原来那组打开，就你要做第二组、第三组。做很多组，就你可以把它组合成不一样的这个效果，都可以。那你看一下毛发的效果图，比如说像这一组，像这样，会吗？你做两组啊，一组给你用，还一组给他在里面。不过这都是在实验阶段嘛，那时候在玩的时候做的，怎么样？长毛、短毛，然后就故意做的，像这边你可以设定它的 gravity 是往哪个方向，就好像对风吹风这个效果。这个是恶搞，你千万不要学。恶搞的，这个就是像刚刚我们做卷毛，做大一点，圈数少，但是半径大，它全部都扭曲在一起了，像那个图片一样的效果的话，这个也是，对不对？这个就是我故意做一种泡面，我故意给泡面纹色。很好玩，这个就是表面就是一层淡淡的，这个其实没有人想到可以用毛发来做，因为你像多一层糖霜的那个效果，有没有？这是只有毛的部分，这个也是啊，你看像这一种，它是每一个毛会做到长度都一样，然后互相卡在一起，就好像有那种比较粗的那一种橡胶的这种效果，有没有？这个都只是给各位一个概念。其实你要怎么样做都可以，就是里面允许有这么多自由度在。那再来呢？我刚才看到的那一个panorama 哈，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是它可以这样做，就是你如果不方便传给外面的客户，你知道你发网络上的空间很多，可以跟他拿走，除非你有设隐私或者说设保护。你可以看一下这一张360度的这个叫 panorama 的这种图，是用 V-Ray 的，直接在 camera 那个地方，你现在直接在 camera 这边就可以设定，就像帮你设定好，一个是 panorama， 一个是 Q-Map， 你只要切过去，你弄这边设，直接按那个出来的图就长这样，出来的图就是长这个样子，这边。360度的。那如果说你要做像你，我给你们看那个VR 的那个眼镜的，出来的时候要是长这个样子，在这边，我就是说有前后上下左右，有没有？它因为是两个眼睛，所以它就六个亿，可是实际上因为两眼的关系，就变成12个，就一组是给左眼睛，给右眼。然后你就丢到有做这种服务的 VR 的网站，全世界最大的一家，让你免费用15天，然后之后每个月给你收119美金，很贵哦。那另外一家是没有使用期限的限制，但是档案很小，所以装上去解析度这么烂，因为它不是给你装解析嘛。对，因为这个解析度，像比如说像这个解析度，你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是1440x1620，那这张图我这边有6-7个小时了。你像看这么大的图，你进去看才会清楚，对不对？那如果说它试用感它不让你用这么大的图，所以解析度很低啊，然后你要买它的服务，每个月有什么16、17、80块这样子。全世界最大的两家，上课我就告诉你怎么做的。所以就可以做出像这样的效果，但是你看，如果说你丢到
去，他就给你一个 zip 吧，你把这个 zip 直接丢给你客户，他打开就是这样，懂我意思吗？我不会告诉你在哪家做的，我上课我才跟你讲，好不好？免费的，好吧？今天有很多学生已经拿这个回去跟他们老板说，我这东西我可以回去做，做有什么效果去给学生看，不用担心东西会外流的问题，因为它只有图嘛，它也没有模型，所以这一点是很棒的。OK， 我想我大概啊，今天那我们顺便让你看一下，最后了，我看今天时间差不多快到了，让你们看一下，很多人说 GPU 在算真的很慢。没有错，现在是孩子资源那么多，效果高速度可能真的还不够快，但是也没有很慢到不能用。看到没？这个场景，这个场景的模型，学起来全部都是 Polygon， 不是图而已哦。所以你看它展这边这边展示稍微比较久一点，这个档案真的超大，这都是模型，看到哈、哦？然后呢，前进。有没有在场景里面都会旋转？有没有？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看到的部分，它几乎马上就很干净的一张图就出来了，没有慢啊！而且我现在用 CPU 算，我用 GPU 算更快，对不对？所以，而且我这台笔电，应该这样讲，我这是笔电，不是桌机，对不对？我这台笔电，虽然比我三年前的桌机都还要快。毕竟它是笔电，已经有这样子的效能。那这个怎么用呢？你去找到这种模型，像我一样来有免费给你上课。对，我把我的模型直接放到里面，对不对？当然你要找，比如说你是一直放在这个桌上嘛，但你这个是模型少的，所以你不能科学去删减什么东西，把这个模型当做你的场景用。然后呢，把你真正要用的模型放进来，看这样，直接按 preview， 看一下是不是你要的效果，对不对？虚拟的，对。或者说，这边其实哈，在跑，它也是帮你开始从去杂点开始慢慢，就是怎么样，就变比较漂亮，像这样子，那这样就很快了，对不对？看得到哈，或者你用油标跟水，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个人嘛，对不对？可以看到怎么样？拉好，灯光不用打，因为这个模型里面这个贴图就有灯光，免费送你阴影。要打什么灯光啊？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的模型就是，你知道，比如说像我的模型资源，reflection， 它里面资源的反射是真的反射了这个场景里面的东西。因为这个是真正的 3D 模型，就是说这个场景是真是一个模型，但不是我做的，我就是说，对不对？像这样是一个场景，然后免费让你用啊，就从网络上面下载来玩，特别英语太强，还是用这个角度嘛，对不对？直接拿过来用。这些模型很复杂的那些场景，你想说，那我就拍张照片，就像刚刚我们用照片的方式去合成，对不对？可是合成那个角度就一个，如果拿到3D模型，那更方便，对不对？就是可以把你的虚拟摄影头，然后东西好像仿佛就是在那个里面，像这样子的效果，这很棒。好啦，我想这个预约档。我们跟梁小姐要，回去我要交差的话。
把后面的给点，把它提取掉。